大家好，地球人今天又出任务了。来，今天呢，我们现在位于地方在哪里？在哪里？我们在泰安的休息站。是的，今天呢，我们要到哪里去布置呢？待会来揭晓给大家看。但是我要透露一下，今天我们的布置主题是跟网红有关系哦。这位网红非常厉害哦，人数点阅率非常高，相信今天的布置一定非常的特别，让大家拭目以待哦。